喏，就是这样的深山森林，他们家就住在森林里面。等一下我们去看一下他们那里住在什么条件吧。他姐夫先骑摩托车上去了，啊，这个路实在不敢骑，不敢坐。他们上面好像有几户人家吧，我没到过，反正就是在很原始的森林上面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啊，好热，爬了1个小时，终于爬到他家了。这是他家门口，然后这边就是他们家了。为了感谢我们的帮忙，他还抓了2条鱼招待我们，就这个防疫服就是他。这就是他采到的林子，说今年他采的林子全部在这里了，大概有10几斤。就是他姐夫是我们村子的，他姐夫看我们的林子卖掉了，然后就委托我帮那小舅子卖一下，这是城里生的林子啊。但是我不知道确定我能卖得掉，他说买能卖多少卖多少，剩下的还给他。这是他采到的野生天麻。啊，我也不知道这天麻有什么作用。